哥们是不是练过？身手这么好，差点把我们俩给拽倒了。是啊，哎，吓我一跳。哎，那两个怎么还没过来？不会失手了吧？是啊，我去看看。赶紧去。哎，人呢？没有啊。哎，哥们儿，拜拜。哎，你怎么抢我东西啊？帮你们物归原主啊！ 文彦哥，你的行李我给你拿回来了，这里危险，你赶快跑！哎呀，没事儿，我比他们危险多了。动手！你这个家伙没事找麻烦，真是个疯子。 不是疯子，子枫、冷子枫，最不怕打架了。交给我了。小心旁边。 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谢谢你帮助我。警察来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报了警。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这位大神，请先收下我的膝盖。这是什么功夫？怎么一瞬间把他们都解决了？极剑。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好人做到底送你吧。你呀，就是一台会走路的吸怪机，我把你走到哪儿，把麻烦吸到哪儿。来，箱子给我。哎，哦，对了，这附近哪有修手机的？我想修手机。手机坏了，我看看。飞机上的空姐好像把我的手机给弄坏了，从下飞机开始就打不通，也上不了网。看，你手机现在是飞行模式，当然没信号了。 飞行模式，你可不会说你连飞行模式都不知道吧？哦，怪不得刚才这里有一个小飞机。大哥，你是从清朝穿越过来的吗？你皮夹里是欧元呢，还是大清宝钞啊？来来来，这样啊。哇，女朋友夺命连环 call 啊，这是。 你想太多了，这是邻居家的一个妹妹。不管到哪儿都找不到二豪，他到底还能去哪儿啊？对啊，这么晚了还没有他的消息，确实不太妙啊。二豪打来的，哎哎，我来，喂。
喂，一红，在哪儿啊？你手机怎么没开啊？我手机刚刚弄那个飞什么？飞行模式。那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去接你。不用，我知道地址的。那个疯子，那冯什么？冷子峰。冷子峰给我送过来，没事，待会儿见。二豪怎么说啊？二豪在这儿还有其他朋友吗？走吧，先回家吧。